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咁啊多谢学院，多谢多张嘅分享同介绍，好感恩今日有机会咧同大家喺呢一度经历丰富。虽然咧大部分弟兄姊妹都要喺家中喺直播上面，但系咧让我哋喺呢一度喺我哋心灵嘅殿里边一样都体会到上帝嘅临在同丰富。让我先做一次一个简单嘅祷告。天父神啊，我哋多谢你，尽管出边有风雨疫症，尽管我哋今日唔能够行入你嘅礼堂里面崇拜，但我们同样可以进入上帝你给我们心灵的殿，安静在你面前去体会领受你的临在和你的信息。开我们的耳朵给我们专心的聆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见证看到你的荣光，见到让我们用行动去回应你。又愿步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去分享这段的经文，刚才听到我帮我们读出的时候，你会听到就是马太福音这一段耶稣的很重要的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可能你一听就说哇很熟啦，听过很多很多次啦，相信这个神迹肯定是福音书里面其中一个最多人认识的神迹，因为场面很震撼，见证的人数众多。四方书都有咁，原四卷方书都有记载佢。其实大家留心，呢个都系少见嘅，因为过去咧好多方书记载内容咧，约翰方面都有嘅。不过咧呢个嘅神迹咧，四卷方书都清晰记载，并且约翰方咧记载好丰富添。让呢件事咧成为教会咧喺传统里边一个好独特嘅位置。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咧，你会知道咧嗰度有纪念呢个神迹嘅五饼二鱼堂。世界各地都有好多用五饼二鱼呢个名字去命名嘅福音机构等等。更有數之不盡用名魚為主題的藝術作品，我都收過不少，特別可能一些聖餐的套裝等等都是很精美很漂亮，去展示五名魚上帝那份的豐富。又相信當中可能很多家長你的小朋友呢可能在主學裡面一定聽過這個故事了，五名魚的神跡團契都會查過，大家都很熟很熟很熟。甚至呢當昨天我上 Facebook 的時候跟一個牧者分享，他今天又是講這些信息，因为经课是去到这个的内容，他就去问了，原来过去这么多年都可能讲了起码六七次这段圣经，很熟了。我数一数我都不记得了我讲过几次五饼二鱼，但是深信这段经文那种丰富那种深度，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去思考。弟兄姊妹想邀请你同我一起先放低过去对这个神迹的一些记忆或者一些想法或者一些认识先，以致我们能够去再重新进入这段经文，去重新去思考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神迹里面给到我们的启迪和意义。这段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十四章十三节这样讲，耶稣听见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了。到底是什么事情要耶稣要退到旷野的呢？他听到什么呢？圣经里面提到他听到啲嘢，所以他就退到旷野啦。如果我哋单喺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喺由第一节开始去到十二节嘅呢段经文，就系正正讲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系有约翰嘅门徒，这个约翰就系施洗者嘅约翰，嚟到话俾耶稣知，耶稣啊，约翰已经被杀，已经被斩头呢件事情。施洗约翰系边一位呢？系耶稣嘅亲戚。施洗约翰同样是为耶稣施洗的一位，并且圣经里面用先锋这个字是形容约翰的角色。相信当耶稣听到施洗约翰的离世，甚至是一个很残暴的被杀害斩头身首异处的离世，当时耶稣的心一定很痛啊。可能跟我们一样，当我们面对很多的难处甚至亲人的离开，我们都有痛的时间。当你心灵很软弱很伤痛，你需要什么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你需要休息。耶稣的需要就是他听到之后他就上船独自退到野地。这里讲耶稣独自退到野地，他为了他心灵里面他们的忧伤他去休息。其实同样如果我们看这个吴炳如的故事，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这样讲的，他说耶稣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个是因为来往的人众多，他们连吃饭的都没有功夫。另一个可能，除了耶稣当时心情
好傷痛，所以佢要離開，所以佢要退去之外，另一個原因就係當時可能都係個常態嚟嘅。聖經裏面講佢當時常常都好多人圍住，所以連食飯嘅時候都冇，所以同門徒就要暗暗退到曠野。呢個可能另一個寫照就係當時耶穌要因為傳道服務嘅緣故，好忙碌，忙碌到一個地步，佢連食飯嘅時間都冇，可能都似香港人一樣啊！呢幾日食飯都成為好大嘅難處啊，係咪啊？所以相信可能我哋都一樣面對同樣嘅情況，好辛勞嘅工作，好難過嘅心情，好有壓力嘅環境。你諗下，當施洗約翰被殺，其實耶穌同樣都可能有好多生命嘅危機。似唔似你同我嘅生活啊？似唔似我哋今日所面對嘅狀況？我哋係咪一樣身心靈都疲憊軟弱，好攰啊？當我哋好攰嘅時候，聖經裏面講耶穌就同門徒退到曠野。但係當佢退到曠野之後，聖經裏面講就好多人走嚟圍住佢，好多人聽見就跟住佢。弟兄姊妹，喺我哋生命裏面，當我哋好攰、好軟弱、身心靈軟弱嘅時候，我哋關心係啲乜嘢咧？我哋關心係我哋自己，係我哋屋企人嘅健康啦、工作啦。我哋關心係香港疫情嘅情況啦。我哋關心係世界各地對香港、對中國嘅態度等等等等等等。但係當耶穌好攰、身心靈軟弱嘅時候，佢關心係啲乜嘢咧？十四節聖經裏面講，耶穌出嚟見到好多人，就憐憫佢哋。耶穌的關心是耶穌憐憫他們，聖經裡面用憐憫這個字去講到耶穌眼中所見到的事物。耶穌不是只是看到他自己的軟弱，他自己的累，他自己的辛勞，明明他想休息一下，明明他應該做到很累，連吃飯都沒有時間要唞一唞，明明心靈裡面很多痛要需要空間的，但是當見到大批群眾走到耶穌那裡，大批群眾來到他們的需要的時候，聖經裏面講耶穌就憐憫他們。頂住我們要記得，作為人子的耶穌，身心靈的需要其實跟我們一樣的，但是這個憐憫的字出現告訴我們知目光的轉變。這個憐憫不是只是停在那裡覺得他很可憐，而是這個憐憫立刻變成耶穌的行動。耶穌憐憫他們之後，聖經裏面講就治好了他們的病，接著就跟他們宣告耶穌接待、耶穌講論、耶穌治病，耶穌將這個憐憫化成行動，直到天晚的時候。在剛才聽到的另一段經課，使徒保羅向羅馬的教會都講了他的心事。羅馬書九章一到三節剛才這樣講，可以再聽一次。他說，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就大有憂愁，心裡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助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你有沒有留心保羅一個很強的字眼啊？保羅他愛弟兄，他關心弟兄，他珍惜，他憐憫身邊所有人的需要，去到願意放棄一切，他說甚至與基督分離都願意。我們又是怎樣的呢？我們的眼目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啊，還是我們見到身邊的人產生憐憫，並且能夠用行動去回應？耶穌的教導、保羅的榜樣告訴我們，愛要愛到底的，愛並且要有行動的，要改變你的關注點的。愛人的真正的重點就是要看見別人，要比自己優先。當耶穌憐憫、耶穌行動去醫病、去幫助、去講論的時候，耶穌身體的累、心靈的痛可能都還是那麼辛苦的，不過耶穌看見別人的需要，比自己的需要優先。這個是耶穌的心腸。弟兄姊妹，你呢？我呢？第十五節，天將晚的時候，門徒進前來說，這個是野地，時候已經過了，請叫眾人散開，好好的去到村子裡面去自己買食的。你發現聖經裡面人的需要再一次出現，剛才說的就是耶穌和門徒很忙碌，心靈有軟弱的需要，這裡講的就是那群群眾的需要。人餓了就要食物，是非常自然正常不過的事情來的，是不是？大家記得當耶穌敵擋魔鬼的試探傳道之前的時候，魔鬼說你將麵包變石頭，是不是？將石頭變麵包，將石頭變麵包，
耶穌嘅回應就係、是：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啊！我都好中意呢句説話嘅。呢句説話提醒我哋咧，我哋要倚靠上帝，但係都提醒我哋，人係人嚟噶。人活著不要單靠食物，即係我哋都要靠啦。不過唔好淨係單靠咁解啫。所以人身體有需要，肚餓要食物係好正常啦。門徒呢一個關心，對一班群眾嘅關心，明顯係出於咧佢哋對人嘅愛，關懷群體生活嘅需要，係咪？所以門徒係因為愛呢個群眾先咁要求嘅，向耶穌提出呢個提議都合理啊！都夜落天黑落，叫佢哋翻去啦，叫佢哋自己去買嘢食啦，等佢哋可以滿足身體嘅需要啦。其實應該係讚賞，應該係要表揚，更加應該好啦就做啦咁樣。點知耶穌佢係有完全意想不到嘅回應。喺第十六節呢一節經文，每一次都令我覺得啊，耶穌點解會咁嘅咧？耶穌話：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吃吧。哇！耶穌呢個要求會唔會太過分啊？耶穌呢個要求會唔會太離地啊？喂，到底耶穌知唔知個狀況係點㗎？而家已經係咁樣㗎咯喎！你睇呢度好多人噶喎，點得啊？點救啊？當耶穌呢一個看似過分離地，甚至係唔係好知點解有咁嘅要求嘅時候，門徒又或者我哋通常會點回應耶穌嘅咧？喺 NLSV 嘅描述裏面話 ：We have nothing, we have nothing here but 5 loaves and 2 fish。我哋乜嘢都冇，只有5个饼、2条鱼。喺《约翰福音》裏面記載。腓力呢個門徒咁樣回應啊，佢話就是有20两银子嘅餅，叫佢哋各人食一啲都唔夠啦。有學者提話20两银子大概一個人嘅200日嘅人工啦。咁我計一計數，當今日嘅工資嘅話咧，香港咧可能大概15万到啦咁樣。所以腓力就用一個邏輯思考嘅思維啦。就算我哋有10几万啊，呢度咁多人喺呢度嘅人咧，有經文最後你知道咧有5000个呢一個嘅男子啊嘛。咁如果有5000个嘅男丁嘅話，咁計埋婦人、計埋小朋友，可能都10000几人噶啦。哇！就算有10几万，呢度10000几人都唔夠飽啦咁樣。腓力用咗一個咧呢個咁嘅思考嘅模式，假設唔夠，因為假如有都唔夠啦，冇辦法啦，所以幫唔到啦。呢個模式去回應耶穌呢一個要求。喺節目我哋係咪常常都用呢個模式去思考嘅？係咪成日都諗啊？就算有都唔夠啦，咁啊算啦。不回應啦，到底門徒是不是真的乜都冇咧？呢、這個一開始嘅第一個反應，我乜都冇，究竟是不是咁咧？我哋過去其實喺生活裏面，我哋點樣回應上帝嘅呼召嘅？好多時候都好得意啊！我弟兄姊妹同我傾偈，有時都話係啊，我邀請佢參與一啲嘅服侍同幫手啦，鼓勵佢讀神學啦、進修啦，鼓勵佢回應上帝呼召啦。好多時候咧，弟兄姊妹回應就係、是：好啊，主啊，我在這裏，請差遣佢啦。聖經不是這樣說的，我就是你差遣我的。不過神領之外的結果就是我就請你差遣他啦，差遣他啦，差遣他啦。為什麼啊？領之外很喜歡跟人比較，是不是？人喜歡比較，甚至很多時候我們會炫耀自己擁有的比人多，我的車靚過你，我的層樓大過你，我穿的衣服靚過你，等等等等。但不知為什麼在信仰裡面，我們經常都往往都故作謙卑，往往都是看見自己不行的。為什麼啊！上帝，你呼召我唔好啦，佢好啲，佢口才好啲，哇！佢叻啲，佢能歌善舞，佢好多嘢得，我就唔得啦。人喺信仰里面好多时候都会睇到自己嘅不足限制，因为咁样会成为藉口，唔愿意去将上帝俾我嘅恩赐去回应同埋分享。呢、这个系咪同我写照啊？耶稣点吩咐门徒咧？耶稣吩咐门徒将所拥有嘅分出去。大家記住，真正的擁有是由分享開始的。真正的擁有是由分享開始的。如果我們只是見到自己的限制和不足，我們可能就永遠就停在那裡。但是當我們看見人的需要，動了慈心之下，一切不再一樣。聖經裡面比喻這個神蹟是怎樣發生的呢？这个这么震撼的神迹，用5块饼、2条鱼喂饱了刚才讲的可能接近10万人以上，还剩下有12个男子的零碎。其实里面有很多学者会努力研究这个神迹怎样发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么估的，我小时候都这么估，一定是上帝很超自然，耶稣是神来的嘛，他为了展示他超自然的能量，将这些物质一个变两个，好像细胞分裂那样，那就大家都够饱了。
咁呢個都好厲害，係咪好犀利？我成日都諗，如果係咁，咁點解會有十二男嘅零碎嘅咧？唔通上帝計錯數咩？冇理由啊！平衡代表啲咩咧？十二男，我哋諗唔通。再者就係、如果呢個神蹟嘅著重點嘅意思就係話俾我哋知，耶穌基督擁有呢個超自然嘅能力，佢可以咧將物質去轉變。咁呢個當然好勁、好厲害啊！但係我哋喺其中又有啲咩學習咧？咁耶穌好厲害，咁對我又有咩關係咧？仲有冇其他嘅可能同思考咧？亦有學者嘗試用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呢個神蹟。聖經裏面講到喺約翰福音6:8-9嗰度咁樣提呢個故事，佢話有一個門徒就係西門彼得嘅兄弟安德烈，同耶穌講喺呢度有一個孩童帶住5個餅、5個大麥餅、2條魚，即係分俾咁多人，仲算啲咩咧？咁樣。啊！原來嗰度呢5塊餅、2條魚咧，唔係門徒拎出嚟嘅，係咧有一個孩童帶出嚟。所以有學者就話：咁如果有一個孩童都會帶住5個餅、2條魚，嗰度有10,000人，冇理由得一個人有帶嘢啊？會唔會係個個都有帶？咁當耶穌叫佢坐低分餅嘅時候，佢就見到哇，得咁少，其實我都有嘅，不如我都攞我啲出嚟啦。我都食唔曬嘅，不如我又分享我啲啦。結果大家都攞啲自己有嘅，大家都願意分享。咁最後咪大家都食飽，仲會有剩咯咁。咁當然啦，呢一種嘅理解同我哋過去對聖經呢個認識嗰個嘅傳統想像可能有分別嘅。首先，我哋要清楚一個好重要嘅事，就係以上呢兩種對呢個神蹟點樣發生嘅猜想，其實都係合理嘅，並且應該都係可能嘅。我哋都唔知，可惜同時到而家為止，我哋都冇辦法知道當日係點發生嘅。可能有一日要我哋翻天家見到主嘅時候，先問問主啊，究竟點發生嘅？甚至好似呢段嘅經文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如果我哋用後者頭先講第二個嘅解釋，啲人就會覺得哇，咁咪即係耶穌嗰個嘅超自然嘅能力冇顯現到咯？呢、這個神蹟嗰個震撼好似大大降低咗啦，甚至好似對耶穌嘅能力會唔會有質疑咧？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完全相反，咁樣嘅思考嘅可能唔單止冇將耶穌嘅神蹟嘅能力降低，冇削弱到佢嘅神性。因為上帝係創造萬物，係賜我哋一切嘅主，改變物質超自然嘅力量對耶穌嚟講其實輕而易舉，係咪？佢係上帝呢樣嘢，我哋應該知道。但係其實當上帝俾咗我哋有自由意志之後，改變我哋嘅心先係最難啊！所以喺呢個神蹟裏面，如果耶穌呢個舉動，呢、這個願意擘餅、願意傳遞嘅舉動，並且呢個小朋友願意分享嘅舉動，去感動到嗰度咁多人嘅心嘅話，改變他們願意付出的話，相信這個都是神蹟，一個很重要的神蹟。在今天的經課另一段剛才聽的詩篇145:15這樣講過，萬民都舉目仰望你，你隨時給他們食物。以賽亞書55:2-3都提過，你為何花錢買不足為食物呢？用勞碌得來買那些不足使人飽足的呢？我哋要留意听我嘅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哋当亲近我嚟，侧耳而听，就得存活。呢段经文好清楚提醒我哋，根本从来都唔需要担心生活里边嘅所需嘅。上帝好清楚，亦都会按时间去俾我哋。其实问题只系我哋一直只系注视紧自己嘅不足，我哋冇睇见上帝要我哋想睇见嘅。如果你真系深信，每一次奉獻的時候，你都會深信萬物都是從主而來，那你就真正沒有難題地將從主而來的獻給主了。與其我們每天都不斷掙扎努力去尋找我們的生活，好像香港人那樣努力去賺食，你更加應該努力尋找去找那位賜生命豐富的主。在聖經裡面，從剛才聽到約翰和安德烈和腓力的表達裡面，很清楚表示他們覺得自己不足夠，亦都可能同樣覺得耶穌要求是過分、是無理或者離地。但腓力只是在那個假設，剛才說的就是用邏輯講可能這樣都不夠的地步。安德烈就是緊緊將他有的就拿出來，雖然他都是小信，他都說都不得的了，得5塊兩條魚都不夠的了，不過是得那麼多了，但是能夠拿給主用。這個的小信或者可能只覺得自己沒信心，但其實只要在行動上面擺上上帝去使用，一切就不一样。弟兄姊妹，如果自己小信、冇信心，看见乜都冇，得咁少啫，你都肯拎出嚟啦，
相信就會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神蹟，去改變更多人。但其實更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應該問的不是這個神蹟怎樣發生，是這個神蹟在什麼情況之下才會發生呢？我們很想這個神蹟在我們身上繼續發生，是嗎？這個才真正跟我們的生活有關。耶穌施行神蹟的目的不是只是展示祂多麼厲害，剛才我提過這一點，相信我們認識主的人每一個一早就知道耶穌那個厲害，我們並且去信服祂。耶穌在這個神蹟裡面，為要讓我們都能夠去經歷參與和體會上主的心意，並且有機會在我們身上展現出同樣的效益。約翰福音十章十二節，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耶穌在世的時候提醒門徒，即是我們要做更大的事，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們能夠在我們在世的日子裡面為主服事，並且做更大的事？耶穌跟門徒應許過話，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凡事都能。今天我們的自己在這個城市、這個社會、這個世界，需不需要神蹟呢？又或者這樣問，需要什麼的神蹟？是自我的成就？是一切按我的心意而行？是將這事情由壞變成好，解決了所有的問題？耶穌在五餅魚這個神蹟裡面展現了上帝的大能，看見人家的需要而放低自己，並且有限中仍然願意獻上所有的。上帝就是會透過這個獻上的行動，能夠使身邊每一個人飽足並且有餘。我們今天在這個地上，在這個世代，又怎樣為主做更大的事？在我們生命的軟弱，在我們的限制裡面，又怎樣成就神蹟呢？我們會在不斷的假設、思考、結論是無能為力的一位，好像肥力一樣，還是我們可以是很小信但仍然努力將僅有的拿出來，雖然帶著少少的懷疑不肯定，但都努力回應一下主，好像安德烈一樣。又或者我們願意將我們有的奉獻出來，就即時回應當下的需要，好像很簡單的小朋友和群眾一樣。弟兄姊妹，你願意去回望上帝在你身上的經歷的豐富，並且向前舉高你的頭，望下我們的主。在這段經文裡面，當耶穌向天祝福，擘開遞出去，這個動作也都是好像我們每一次在聖餐裡面的動作，祝謝、擘開、遞出去，同樣象徵著我們的生命被上帝祝福，就擘開、遞出去，就能夠祝福更多的人。弟兄姊妹，預備了擘開你的生命被上帝祝福傳出去，讓更多人和你一起經歷豐富未來？耶穌基督用五塊餅、兩條魚的神蹟，祂告訴我們什麼叫做經歷上帝的豐富，祂告訴我們什麼叫做將一切去分享，更告訴我們我們今天經歷同樣的難處、同樣的限制，我們更要知道我們要的是怎樣學習、怎樣分享，以致能夠每一個人得到豐富飽足，更能夠人人體會上帝這個神蹟的精彩和美好。願主賜福我們每一個在我們生命裡面帶著力量去見證、去回應。讓我們同心祈禱。天父上帝，我們微小，我們軟弱，赦免我們。我們眼目常常望見的自己的限制、自己的難處，甚至當每一次你呼召我們的時候，我們很快回應就是我們什麼都沒有，我們不足夠，就算有都沒辦法，很快跌進一個無能為力的思考裡面。主要是我們是軟弱，但是你的能力在我們身上顯大。主要我們有限制，但我們知道你說我們要做更大的事。主要我們疲乏，但是你的恩典給我們用。求你這一刻就觸摸我們，讓我們真的願意用行動、用生命去回應你的大愛，
让我们再看见的不是难处、限制、障碍，我们什么都没有，而是看见的是你是丰盛的主，你是施恩怜悯的主，更看见你是赐人神迹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去回应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可能做一些跟这个世界、跟身边的人完全不同的事，但是这个才是正正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作为门徒应该会回应的事。帮助我们，赐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为看见的，开我们怜悯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身边人的需要，让我们愿意回应。多谢主今天向我们说话，愿你得到最大的荣耀，赐福音在我们一个。祷告、祈求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